跟他春季之中同眠，像午后雨滋养稻田，直觉是堂镜花破泥一片沉淀。他跟他相见得不间断，默契未有太多花瓣满天，芳心醉掉了，跌在蝴蝶里面。敢共他不理后果过凌晨，你似圣母玛利亚也不免贪心，自他送上了玫瑰，女孩渐开始变着紧，他说话很动听，融化了也有恨，恐怕是玛利亚也不免担心，接过玫瑰，到最后却失去平衡，甜蜜最易伤害人，而偏偏给他牵引，故事的尾巴他说已赚到足够的吻。最美